我身边这一位呢是代表中国队的选手李宁，我们现在首先请他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冷面杀手李宁，来自李宁搏击俱乐部。你对明天晚上的比赛有没有信心？这次我的对手是澳大利亚的冠军，也是 K1 的冠军。我的对手视频我也去了解过，但是我的对手实力比较强，这次我会准备好我自己的状态，打好，我相信明天的比赛会给大家带来一样不一样的感觉吧。你刚刚说的这个对手很厉害，有没有准备一些特别的一些战术来应对他？我的打法也我不喜欢在擂台上去研究别人，因为我在下边不喜欢在研究别人，我至少在擂台上我感觉别人的打法，我能感觉随时的感觉对手的进攻和防守就可以了。你觉得我们河南卫视的武林风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观众的欢迎？因为武林风是跟搏击一个给搏击一个武术热爱这个平台，因为很多在国内都比较喜欢武林风，因为那是我们的梦想开始的地方。这次是不是第一次来西宁？然后来了之后对这个城市有什么感觉？可能国外都一样吧，我感觉因为作为一个武林风一个老将选手，我感觉到国外都是一样，都是那么静，到国内不一样了，人太多了吧，可能车也多，到国外很静的，都感觉训练特别适合。那明天晚上的比赛的话，如果你赢了，你希望你的下一个对手包括下一场比赛的话是什么样子的？我希望能够站在世界的舞台上来展现自己，展现中国武术。谢谢。